他肯定得放在中间。把这个撞倒了就没得下了。他就这就麻烦。不，咱们我觉得没打开，放这儿，挡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应该这有三，三，对呀，是。然后咱实在不行，咱再放这儿。哎，咱有，咱有了，咱必须。咱放这儿。这五子棋。放这儿，放这儿。不放这儿，然后他还得打这儿，把它分开，最好把它分开。你不会说谎吗？要将他的棋全部得分开。你下不赢他吗？一个个小棋步，这样子就好。不下这儿，下这儿，下这儿，能不能连这儿吗？我至少耗住了，我也是。